进手套，对，两出局了。快，这一球进来，刘玉没有出棒，站着不动，被主审给拉掉了。在九局的上半，面对拉米戈的三四五棒啊，最后陈英文成功关门，让对方的打者三上三下，其中包括飙出了两 K。一样，这样比赛最后的结果呢？统一狮队是以10-4打败了拉米戈桃园，在主场拿下了相当重要的一胜了。因为这场比赛赢球过后，现在双方的系列赛变成是2-2平手，很难讲喽。对，那可能要看这礼拜四的比赛了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那一场赢的话，大概这个结局真的是有逆转的可能哦。没错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赛后报道的时间。